近日，有网友爆料一段那英踢人的视频在网上传开。从晒出的视频中看到，一位女子走在那英和助理前边，嚼着口香糖，边走边用前置摄像头偷拍那英，时不时张嘴微笑，很开心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后边跟着的那英看起来表情不悦，一个飞脚踢踹了这名偷拍的女子，还说声别拍我。随即就看到镜头摇晃不定，貌似该女子险些被踢摔倒。从拍到的画面里能清晰看到，那英虽然被助理搀扶着走路，但踢人的举动很明显比较粗鲁，而该女子依旧满脸堆笑没反应。在那英踢人的视频登上热搜后，网友们也是各抒己见。虽然那英脾气大啊，众人皆知，但作为明星公众人物不应该如此粗鲁，更有的网友指责偷拍女子行为不妥。那大家如何评价？